为了今天的约会，他精心准备了三天，甚至借来了前女友的狗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珊珊。你好，珊珊。他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女神，心情十分激动。你很激动吗？只是他觉得本人和照片不太一样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比照片上的还要好看。谢谢。就是吧，这双眼皮像假的，像假的一样完美。对对，像假的一样完美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他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女神。你还准备了礼物？这个含益生元高级狗罐头是他精心为你家 Toby 准备的。你人真好，谢谢啊。他暗自庆幸，前女友的狗不吃的罐头终于派上了用场。前女友的狗？不不，你别听他乱说。哦，是我记错了，不是前女友的狗不吃，是他从前女友的狗嘴里抢回来的。什么？你别信他，不是这样的。狗罐头你自己留着吃吧。一只会说话的狗，就是要时不时帮主人一点小忙。